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来自川普达人熊孩子，我对面的这个女孩是来自社会我苏儿姐，然后我俩合作出了一个作品，希望喜欢的朋友双击评论666。苏儿姐，你准备好了没有啊？我先酝酿一下啊。开始。大哥哥大姐们啊，你们都是有钱的人啊，谁有那多余的零花钱是给我这个可怜的人啊。大哥哥刚出门啊，你们都是有福的人啊，谁有那多余的老婆是给我这个农村的人啊。兄弟们，双击评论666，点击弹幕转发，谢谢，爱你们哟，都是龙哥的，拜拜。看他今天收获好多呀。当然。